手。现在我祷告，虽然我不太配祷告，求你向我指引一条生命大道。是你握着不是希望，而是拳头。电影里头不是你，是就我。我可以相信，但先要看到结果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这么做，在意成就，忘了拯救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听过，什么时候我也变得堕落？从圣诞盼望输给欲望的黑洞。我犯的罪，连我都不想赦免。你却为了我的罪留下你的冒险，值得吗？不怕我忘记吗？那些我可能一次两次再犯的错啊！不要闹了，不值得你这样做了。犯错的人就应该用自己守法，纯白无瑕，全用生命代价。我是谁？为什么你要成为剑拔？你最崇拜的，你会原谅我吗？犯罪的一面，我也觉得可怕。我最崇拜的，你会宽恕我吗？迷失了以后，想回家。所有的罪被定死了，所有的泪被记得了。你是神，却变成了人，救我的灵魂。放弃你的身份，使我变成见证。我不会停在过去打转，新的未来要为你打算。路的尽头会有天使或撒旦，我不怕，因为你对我说话。这水喝了永远不渴，这爱给了永不褪色。只要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所有不可能都能变成可能。别人会用什么异样的眼光看我？只能说他们做的，他们不懂。祷告的双手，紧握的拳头，故事到了最后才知道谁是英雄。你的爱为何那么大？我本来什么都不是，诅咒里挣扎。哦天哟，人犯罪该受罚，你却背负了所有罪在十字架。我最崇拜的，你会原谅我吗？犯罪的一面，我也觉得可怕。我最崇拜的，你会宽恕我吗？迷失了以后。